诗篇第七十八篇第七十节，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，从羊圈中将他召来。咁你有呢份真心呢，永远存住呢一份同神之间嘅嗰份嘅信仰嘅真实呢，当你接触任何一样嘢，你会即刻谂神想我点做呢？我点样做先至系一个真正身为一个牧师，身为一个基督徒，唔系外表对得起神啊，系冇人见到底下，我都系对得起神嘅方式做法咧。当我咁样做咧，个智慧就嚟啦吓。嗰种嘅做法好多时你谂下啦，你谂清楚，关于投资又好啊，即系早年教你投资啦，亚伯拉罕嘅百倍祝福呢一个啦，第四个 momentum。其实里面有太多嘢唔系关于智慧，其实系关于守则嘅，系嘛？你嘅心境要点啊？你嘅态度要点啊？富足咗之后你应该点啊？做嘅时候要点样啊？系咪啊？嗰、那个大部分同成功有咩关系啫？其实就对于外邦人嚟讲，一啲关系都冇嘅。嗰、那个系只不过系对得住自己本心啫嘛，系嘛？但系跟住咧，我哋投资系比任何人都成功，系啊，比任何人都成功。呢、这个咪就系我接触到神。但系好多人如果行呢条路，佢唔会咁谂噶嘛，佢就系会睇几多书啊，学几多巴菲特嘅嘢啊，睇呢啲嘅资料啊，巴菲特。佢到而家都唔接受 Bitcoin 嘅，明唔明？根本都唔系嗰代啊，对比啊，简直喺智慧上，佢唔系未叻过啊，佢叻过，嗰笔系历史嚟嘅啫嘛，唔系现在啊嘛，系咪？而家我就讲紧呢一个，你会睇到其实谂啊，石安又唔知教你任何一样嘢啦，无论待人接物啦，点做一丈夫啦，点做一个家族负责人啦，点做领袖啦，其实你发觉系好多时系一啲嘅守则，那个牵涉到直成系关于性格上嘅守则。多过系做嗰件事上嘅智慧嘅，但系因为咁样你就会 connect 到你同神之间嘅祝福。当然你哋好多时系净系 connect 到你同神之间嘅祝福，但我咧就直成 connect 到我同神之间嘅通话啫嘛。呢个就系个分别。只不过你哋肯照住我做咧，你起码 connect 到个祝福，所以你 connect 唔到个通话。咁呢个咪就系以色列人啦。以色列人佢哋因为去顺服摩西，佢咪 connect 到个乜嘢祝福。但系 connect 到通话 ，connect 唔到，所以神先要做个回幕，先做个约柜啫嘛。所以我都一路都讲话，其实摩西使乜约柜啊？其实佢根本同神面对面倾，系嗰班会众需要啫嘛。咁而家你明白石安系咩啦？石安其实建立咁多出嚟咧，其实我哋最多我唔能够提供到日华俾佢哋，我提供到个约柜俾佢哋。佢照住我做嘅时候咧，佢哋 connect 到个祝福嘅。但系当佢哋肯做嘅时候咧，神偶然九一。就会藉着呢个约柜同佢 A 两句咁样，系咁噶咋，唔会话好似游牧师咁每日希望同神讲十句八句啊，或者更长，冇乜可能啦，唔使谂啦，成篇信息咁长，发梦都冇咁早嘅。历史上随时系真系前无古人，亦后无来者啊，后无来者就一定噶啦，因为如果我哋系嗰个小孩子，明唔明啊？我就系讲紧呢样嘢啦，即系呢一个就系而家用翻呢个方式咧，我哋就会解读到点解我会提到就系放养呢个字啦，牧养就系乜嘢？牧养就是那隻羊吃的每一次草呢，你分时间带它去。它喝的水呢，带它去溪水旁，是吗？放养是什么？等它自己找食。不是每一餐草在哪里吃，每一次喝水在哪里，不是它自己，是自己找食。因为那个才是显示出它一出世的时候它的方向。明白吗？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譬如我呢，我一出世的时候不知道方向。所以我在认识神之后，我不断去找这个方向。咁呢个就系我嘅功，呢个就系我嘅 work， 呢个就系我对神嘅回应。喺个过程当中，我 establish 咗、建立咗我性格同埋做人嘅原则，系咪先？好啦，咁但系问题第三代咧，佢打从一出世就知道个方向，但系只不过就佢为呢个方向当中摆咗几多坚持咧？咁呢个就系属于佢嗰一代嘅 work， 属于佢嘅功，属于佢自己嘅性格啦。因为佢喺咁嘅过程当中会出现乜嘢啊？可能厌烦啦，可能同人之间嘅问题啦，可能佢觉得信仰冇咁吸引啦，可能呢个世界吸引力更加多啦，可能佢觉得自己成长系叛逆嘅时候啦，可能佢觉得个祝福唔够啦，即系总之好多呢啲理由，因为佢总之系由有方向底下点样坚持，但系总之第一代咧系直情方向都冇去揾到个方向，边样难啊？你谂下边样难？
好多时系难到系咩咧？难到系好多时每一个世代得一个人运动，每一个世代，即系亚伯拉罕个世代咧，系得亚伯拉罕一个人运动，随时难到系咁样啊！明唔明啊？一个有方向而使自己唔迷失嘅，系容易咧。如果我话断十倍计咧，简直都呃咗你。点止断十倍计？因为一个世代里面随时得一个人做到喎。第一个冇方向揾到个方向，但系有个方向然后坚持佢咧，随时一间教会都唔止十个人做到啦。一间教会啊，讲紧唔系一个世代，一间教会都唔止十个，何况系咁多教会？明唔明啊？咁仲有得省，仲有得省，仲有懒，咁嗰啲真系死不足惜咯。嗰啲人明唔明啊？呢、这个就系讲紧，其实所以第三代已经咁易。如果仲要我哋溺爱佢，使佢连呢样嘢都冇埋，咁啊害死佢咯。吓，咁所以你有阵时见到我党再在，哇！我真有阵时见到我哋一啲父母咧养嘅仔女，真系想佢死噶。即系有阵时我都同太太讲，哇！佢咁样做，佢真系想佢死噶。原因就系信仰本质。但系点解你话，哎又话你唔同佢讲？冇嘅，冇得讲嘅。你信我，通常好多时咧，呢、这个就系典型。我哋咁多年都见到，我都喺好早年都讲，好多人咧信主信得好。但一结婚之后就信仰唔得噶，系啊，好啦，但系有啲人结婚都 OK， 一生仔女就唔得噶啦，冇噶啦，乜嘢都讲私事，乜嘢都讲系我家庭嘅嘢，乜嘢都系佢一家之主，乜嘢都唔得噶啦，佢有佢另一套嘅教仔女的方式，冇得讲，佢唔会问嘅，好多都系，你讲啊，你得罪咗佢。诗篇第七十八篇第七十节，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。从羊圈中将他召来，继续信仍情望，心坚胆壮，无惧怕险恶或困状，金盆王开创，跟我转前往快跑，再不惊救往。然依靠上帝，在世间越发光，行事仰望，荣美救主心释放，热烈光芒，随着上帝立志往天国，路途明朗。行事仰望，藉信心冲破惊涛危难的境况，持定路向直至到终极，昂首奔往。